要求过高。我要求过高。热点战。已确认占领点。是吧？来，对，来，你厉害，你厉害。这怎么没摆到他呀？三秒了，兄弟，你还过来打？雅尔，不拉边吗？不拉。聊这里，先杀一个。哦，好榴弹，解救。四川的，我只是我不是四川人，我只是在四川俱乐部的四川人。努力点，高的呀，麦克风声音。然后我这把打完，我调一下。操，真的是走位奇葩，你是个奇形种。难受死你！我就算没打到你，我也难受死你！我让你死！来，出来！这下他们的雷达就废了。哦，恶心死你！现在会好一些吗？我已经拉到5 dB 了。
谢谢。你确认占领点？那个什么喵七嘎，我知道他。全是喷子呀，蹦蹦。这边是优势活的，我算了。不是吧，哎西吧，太快了，打不到。真好啊，我们领先了，已确认占领点，守卫目标，敌方盾牌炮塔部署完毕。弄得我们加盟 DYG 牛了个大逼，敌人控制，敌方电击小车已经出动，已摧毁。从小有个喷子梦，已控制占领点，主播没有 USS9 啊。来吧，对多，看谁嘟嘟过谁，来来来来来，嘟，来嘛，对多，太可快的喷子，这嘟不过了，兄弟，爽爽爽！要是我每一次空对地都保底炸两个，然后看到四个红框在一块，那该多好呀！我一定会不开心，兄弟。我操，这什么？这什么震撼弹？这么牛逼！死我了！我们领先了。已确认占领点，守卫目标。无人侦察机正在待命。重复，无人侦察机正在待命。敌人控制了占领点，无人侦察机已就位。抽个包保底，他都跟你说了，一秒也是秒，一分也是分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我只是想吃个分，不要。
这个控雷地是真爽，包爽兄弟，不爽你找我。我操，他这个控雷地太爽了兄弟。你是个弩炮，我操！操！我也 real chicken， real Alex chicken， yeah。哥们，你们换我们这边的，你下个人怎么玩？守卫目标，我方无人侦察机被摧毁。我爬上来喽！哎，你来嘛！上！游戏结束喽！刷刷刷刷刷，喜欢刷那就拜拜！喜欢刷我，喜欢刷头，喜欢刷我让你刷，喵！今天加我粉丝群，我们赢了，别大意，小心他们反扑。加粉丝群哦，小帅哥。伤心的一周。哦，是。我可以打进来了。我操，你真傻逼啊！我操，真敢输啊你！热点战，伤心的一周，兄弟，非常伤心，难过。多少张？已确认占领点。不带红点吃的是一样的，亲爱的。敌人夺下了占领点，占领点是我们的了，你控制占领点。正在失去占领点。这个枪吧，他不带红点他也能玩，但是带了红点他会少我一个配置。玩游戏啊，这些人啊！啊！我觉得这枪真的比欧登好使多了。
我说真的，兄弟，我认真了，这枪真比欧登好使。真的比欧登好使，射速比欧登快，在我眼里就是比欧登牛逼。还有两枪死的概率，打不到两枪死那就是自己菜。哦，这个没办法，马枪。这枪上限，这枪上限比欧登高太多了，主要是。欧登的上限注定他打第二个人 TDK 就很短。趴着，兄弟，哦，屁股很翘哦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你干嘛？GKS， 嗯，这比 GKS 可以。我包不打那个兄弟，包不这管子草马枪。正在争夺占领点，守卫目标。没关系，哦哟，他这个腰射牙刷。来嘛，你要打我吗，哥？哎，我，哎，我开，哎，操！可是你下个点又没喽。进不来喽。敌人控制了占领点，占领点是我的了。敌人夺下了占领点，
Nice, nice, nice! Oh, you！ 怎么了？那还不是输了？嗯，他把我打死有什么用呢？他进来了又如何呢？ Oh fuck！ 进不来哦，亲爱的。等一下，记一下啊，1小时17。1:17:08。哦，亲爱的。嗯，是的。有时候肯定还是。欧登厉害，但是近距离这个枪确实要比。让我再体验一下吧。已确认占领点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玩着玩着回头锤人。靠，这不比欧登好使啊！啊，兄弟！怎么屁股活了？哎，他知道我的，那你是有病，这个神权通讲，我跟你说，活该你这种人赢不了游戏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这种人活该赢不了游戏，活该你输。我热点可能进不了人。这个枪不在后面打远，你是真的不在后面。注意，探测到敌方无人侦察机。注意，我们探测到了敌方无人侦察机。但是你看啊，像这种，哦耶，后面复活了。敌方电，妈的，没恢复，操，就电。不过没关系，别怕。好，没关系，过来的话。直接到这里来，你看这个机动性，欧登能有这机动性？哎妈了，操！这枪跟欧登一样，但是我感觉还是红点的原因，带红点就不会麻这机枪了。有点太晃了，队友开大招了，不该开的这个，但是没关系，野猪的基本素养就是这样。我牙刷，哦。野猪基本素养第二条，管他妈的复活点在哪，先杀了再说。你这样显得我很呆，兄弟。又在抽个神话，哥还没出呢。没事，我死定了，我把这两个炸了，这样队友好打点。看嘛，队友是不是打中点点了？这样后面队友 对面还补进一点啊，小技巧哦。这点就是说我们的队友能补上。我操，等话等话，二楼屁股等话，二楼屁股等话，二楼屁股等话，宝宝宝宝，二楼屁股等话。完了，完了，控制了占领点，没办法。我操，等话枪太恶心了。真的，你们这些人的审美真的少啊！一会儿有人说我变成，一会儿说有人说我头发炸了，一会儿有人说我变帅，啊！你们这群人真的是真的啊！这是为什么呀？他是带气，不对呀，怎么能会这样呢？
我跟你说，这个枪很痛苦的在点在于它这个距离真的太稳了，它又没闪失了，它就跟欧的没啥区别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只有打头两枪死倍率的欧的高射速版的还是太变态了，你看嘛，欧的怎么能这样连这个高机动性的连着去秒人呢？你看，欧的铁是不能这么玩的，因为欧的你只要第一枪冲几下，你看。你看一枪爆头，你看，欧登是做不到这样子的。首先机动性不支持欧登这么做，二个是欧登的弹速不允许他这么做，三个是他的射速也不允许他这么打。我让你刚刚拱我。人呐，我让你拱我，我记仇的，我再来，让你拱我，小坏坏，续航有点不行，哥们儿，欧的25发，他32发，你还有什么自行车？这还要什么自行车，兄弟？我们赢了！我靠，哥们！小心他们反扑！射速又高，对不过 UZ， 这枪是比短剑 是挺强的。我说实话，他不是那种虚假的，他这个还是虚假，但是这个枪他不像虚假的。热点战，这个枪很牛批，兄弟，我再来感受一下，真的很牛批。我说实话。我操，这他妈的连杀能力，不好意思兄弟，真的这秒人的连杀速度太快了。不是说他三枪死伤害很高，他的哇，他的 TP 太高了，就算射速弥补了他的缺陷，你知道吗？就他给你容错率，你知道吧？这枪这就是很恐怖的一点。包不炸点点的，我是留着兄弟，因为敌影迟早都会死，外面的人不会死，告诉你。真的，这枪强就强在他的连杀能力，但是，操马枪，这就是这个是马枪了，兄弟。已确认占领点，守卫目标。哇，他的连杀能力太强了！我让你玩喷子，哎，到我喽，嘿嘿！哎呀，别呀别！好救！正在失去占领点。放。你部署炸弹小飞机。这就是失败，这种就是什么傻逼也给我这种。哦，来刷波副，这个时候吧，这种距离是短的。这个枪建议增加射速，那他妈不用玩了，兄弟！我操，这个枪再加点射速，再加个10，我就不多多，再加个5的射速，哥们，这枪。狙，别玩狙，你玩狙我就拿这枪飞出来瞄你。我话放在这儿。这个机动性你再给他加5发的射速，真的没法玩了。哎呀，傻逼了，傻逼了，不该跳的。哎，弱智，弱智。妈！
这枪不能马上。我选到北京队两把狙击了。哇，这二六二冲眼怎么能看二楼啊，兄弟！这能把副本放过来，我对了很厉害，但是我送了，兄弟。呀，刷哦，我受不了了。注意，敌方炸弹小飞机。这么玩是吧？你还趴在那儿，兄弟？这边四川骑车很有趣，说话就很搞笑。这个时候当一只野狼在那边，完了，野猪被电，野猪反杀，野猪开狗。哦，尽力了，尽力了，兄弟，极限，极限了，极限了，打不出来了，更多的没血。再多一场的血都还能再操作一下。你控制占领点，我方无人机发现被摧毁，再换回武器。哇，这你说这种人都是什么心态吧？你说这种人，点你死了就是。点力比较重要的是，正在失去占领点，最后一个无人侦察机，离开太接近了。这被他清啦呀！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正在争夺占领点，敌人夺下占领点，靠敌方无人侦察机，敌方歼击小车已经出动，占领点是我的了。人队注意，快看，靠敌方无人侦察机。哇，两个半血啊，西吧。守卫目标，别急。我方。还是赢不了我。Yeah, I look F1 and MotoGP。任务完成，保持这个状态。二九零好玩，二九零包好玩的，兄弟。我
开局上来点玩一下长枪，以确认占领点，然后再换短枪进一步。怪能疯的嘞！你控制占领点，正在争夺占领点。怎么是个防弹？敌方电击小车已经出动。啊，怎么是个防弹盾啊，哥？你控制占领点。哇，你有病啊！爬一般不爬了。正在争夺占领点，敌人控制了占领点。感觉比赛会半秒，我感觉也是，不然的超标，看清枪强度他妈强的一逼还慢，你干脆让他给你加70的射速呗，哥。这还慢，我操！再我就说实话，这枪再加5的射速，这枪无敌了。守卫目标，摧毁敌方无人侦察机。发。
开不出来枪啊！我操蛋！正在争夺占领点，敌人夺下了占领点。这个人真的是有病啊！对面这些人，你搁这玩现实战场呢？啊 ？Hello， it's me。扎针喷还是有点恶心的，现在太漂亮了。哎，西巴西巴西巴 brother， 西巴 brother， 游戏还没玩，新枪打击感还好，不怪。就是可能，怎么说呢？我们赢了，别大意，小心他们。不带镜子，可能你听他的哒哒哒哒哒声有点奇怪。洛克会克新神话吗？包克的。